家好，我是 Ryan。今天想跟大家讲解一下很值得投资的立花盘，叫 Television City。它是坐落于这个 Hamilton 市中心附近。它的售价呢就是由30多万起，在多伦多市呢根本是再找不到这些30多万的货仔的了。这个楼盘呢就邻近 McMaster 大学和这个 McMaster 的儿童医院。距离这个楼盘呢就大概是8分钟的车程而已。除了这间医院呢，还有其他的医院在这附近的，所以呢学生和医护人员在这个租务上都有比较大的需求。那我现在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楼盘。那它有个最便宜的入门版就是343尺，那这个呢就是没房的，但是呢它就比较受欢迎，因为它就容易租出去。那其余呢还有4个1房的单位，就是大概40多万。那现在呢这里的租务市呢，我在 MLS 上面看过呢，就是大概600尺1房的单位，那都租到1500元，而2房的单位现在都退到呢2500元的了。所以呢它的升值回报呢是十分之高的。除了它本身呢升值之外呢，那它出租回报呢都超过 3% 的。那这个楼盘呢就是2027年 Occupants 15% 的 deposit 直至 Occupants， 那就免费一次转让。那个 parking 呢就是646尺以上才可以买的，那个价钱呢就是69600。那个 locker 呢就是要 waiting list 的。那我们手头上呢已经有晒个 floor plan 和 deep price list 的了。如果有兴趣呢，好尽快联络我哋啦。今日讲到呢度为止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对于多伦多嘅楼房买卖或者楼花需要更多嘅资讯，欢迎你哋随时联络我哋，或者可以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.settletoronto.com。特别系楼花呢一部分，你喺我哋嘅网站嗰度拉落去下低，就可以揾到最新嘅热门楼花行情。好啦，呢条片呢就到呢度为止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